佛德浩瀚無量，結音說難盡，智無量千億劫，亦說不能盡，說佛空劫是因，修得智慧海，虚空可量方可合，说如难尽。大家人读到这段文，也应该会当了解佛德啊，真正是浩瀚无量。咱要用尽了咱所有的声音来讲佛的德啊，实在是有声讲甲无声，尽咱的所有的声音啊，来细说佛德啊，实在是嘛无法度讲一尽呐。即无量千亿劫，就是用时间出尽了声音讲袂尽，用尽了真多的时间呢，也是说不能尽拢。要说佛空劫是因，佛陀空劫那就是无法度去算计的时间呐，安尼不断呢，就是是因得和众生来教育。众生希望众生啊，会当脱离迷受苦的轮回，想这敢是真大嘅因德呢？何况也阁是要教咱脱离三界，脱离五道那。就是爱咱断烦恼，就是说四体法啊，和咱断尽烦恼啊，人生这种芸芸众生中啊，烦恼无尽啊，都教育咱爱了解。当中是苦，苦就是从烦恼累积来，累积的苦难呢，由不得自己，在制造业力啊，来回六道四心。所以佛陀就教咱讲，四体法，发心修行的人啊。那就是啊，下修爱的家庭，立大爱的大家庭啊，身心奉献来了解呢，要安怎样来自己了解苦，也过会当将这个苦的源头体会了后。会当向大众人群啊来报答佛所说的教法，这世间一切都是在苦中，每家在苦中作乐啊，各家呢在苦中呢说法，看人间就是这么苦。让大家人看看人间的苦难，让大家人体会了苦，就一旦从苦中来觉悟，这呢，那就是佛陀啊，用伊的声音为出家修行者来说。唔忙，即系修行者，自觉觉他
啊，要自觉觉他的意情，啊，就是讲真侪因缘法，所以十二因缘呐，将声闻的会当接受啦，十二因缘，哇，这个烦恼呢，伊会当经过在气地。哦，听了后呢，觉悟啦，这叫做因果，也叫做辟支佛，名称也叫做独觉。那在无佛的时代啦，因为伊已经呢体会了解呀，带着这个法，那么再来人间无佛的时代，伊呢嘛会当通体悟。人间的法，所以这叫做独觉，伊会当清楚人间无常，人间苦空，人间一切呢都是因缘会合，安尼这种将这个因缘观呐。真体会，这叫做独觉，也是叫做辟支佛。这就是佛陀的因缘啊！安怎教咱教，让咱一步一步无同的根基来接受呢？这个教法会当予咱受用，但是佛陀伊呢，还是一个无满足众生呢？安尼来回，知影因缘果报就好啊！伊也要过，希望众生会当行六道行，所以佛陀开始呢，爱说大乘六道，希望人人啊接受了大乘六道。佛是世界忍辱精进、禅定、智慧等等，希望咱人人会当知影，独觉了后啦，应该爱入灵群去布施。伫布施中，也都爱修好洁净咱的身心，咱的心呐、啊，唔通犯戒，咱的心呢爱无烦恼。在人群中啊，咱要轻得起五浊恶世呢，来给咱淬炼。这是佛陀啊，空劫以来啦，所施布施和众生的因，那这是佛陀以空劫修行啦，无量所劫所修的行。来来回回无离开人群，安尼修得了智慧如海啊！所以讲虚空可量啊，空可歇。那说佛的功德呢，用尽了譬如啊，都难尽。那要讲。这个虚空到底偌大？啊，咱拢会讲吼，无法度去了解啊。宇宙天体到底总共有偌大？现在，一科学遐尼发达，要来测量虚空到底有偌大，难啊！但是呢，就是难呀。有朝一日，赶快呢，这个虚空完了测量会出来。那风你给抓起来，把风呢，安尼给撩掉，有可能吗？无可能啊！虽然是无可能啦、啊，但是呢，还是有朝一日。这个风啊，也有法度开抓到，但是要讲出了呢，佛一定
实在是无可能。这是一种的形容表示呢，真正要来描述佛定啦，真无简单。不过，咱一定呢，心中要怀着这份的因，佛定要在咱的内心里，咱才会当呢，对佛法啦，用心分析。也咱也感觉，啊，这真简单啊，听法也无虾米困难啊。咱爱知影，咱今仔日有佛法伫咧，那就是因为有这尊佛出现人间，这尊佛要行在人间，那是爱用偌长久的时间去修行，爱用偌多时间呢？入人群中结缘，咱依佛有缘呐，也是即不经过修佛教育过，咱今仔日才有这个缘呐，伫这个所在听闻佛法，所以咱即嘛应该真用心入这个经文呐，爱真珍惜吼。上面经文安尼讲过啦，如来观地一切诸法之所归处，亦地一切众生潜心所行，通达无碍。佛陀的智慧来观察啦，一切诸法，什么款的众生有根基？一旦来接受，这佛陀已经清楚啦。那所以，亦知一切众生潜心所行，通达无碍。这个法要安怎让众生大中小根基？一旦佛陀的教法一普施呢？随众生的根基去接受，甚至爱予人人真透彻呢，安尼通达无碍，这呢就是佛陀为众生呐付出啊的用心呐。下面再落来一段文，搁再讲吼，有。以诸法究竟明了，是诸众生一切智慧，假也譬如三千大千世界。哦，开始啊，过落去的文呢，开始就要接近了，难。天底下一切万物啊，佛法安怎来普论大地一切众生哦？所以开始就爱加压吧，爱大家人认真听咯，吼、哦，哈，用再搁再用譬如的方式，这世界。三千世界一切万物，吼，这就是佛陀又再深一处，要予咱更搁较了解啦。所以又以诸法究竟明了，再搁再讲佛陀的智慧的诸法，拢总真透彻了解。意思就是讲。非但性心，亦已发性，究竟了达。那么众生唔只是干那好众生啊，迄、那个心会当了解，佛陀对众生心呢，拢已经测量啦，根基大细吼。拢已经一清二楚，这众生啊，人人
适合什么根基，伊会发性，不只是心，甲迄个发性啦。佛陀都拢真了解吼，这是佛陀以诸法究竟，伊会当了达众生的心，甲众生的发性，会当拢真清楚，那就是因为呢，佛的诸法拢完全究竟了解。令随顺众生根性，众生的根基是大是小，是聪明或者是智慧，这佛陀呢，拢会当真透彻了解啦。佛陀开悟性、悟界、实现四体法。十二因缘六道，这呢叫做五性法。这五性法啦，甲三性，一般的人根基也阁是伫凡夫地，伊呢都为伊讲五戒、十善等等，发心、立愿、出家、修行，那。伊就为咱讲三性法，这呢是各种的境界，无同的心态。这呢，佛陀为这种无同的心态的众生来说法，所以随顺众生根性，初依三性。最初就开三性法，有小性、中性、大性，用无同的法，那普遍众生吼，安尼真普遍呐，好，好众生随众生的根基来接受，那最后。最后是一性法，最后呢，他就开宗明义，甲大家人讲，过去呢，小性、中性啊，莫非呢是爱大家人爱隆重呢？立一实性，因为真正回归真如本性啦、啊。定呢，哎，行菩萨道，六道用六种的方法入灵根中啊，这就是佛陀的心愿。佛陀最后希望咱都爱入灵根呐，接受一生唯有一条路，这条路呢，咱爱向前行。是菩提大德道，那就是一生成这个大道路啦。安尼向前行，令诸众生啊，将入佛之智慧。希望众生人人呢，最后甲佛共一条的路，大菩提道。甲佛同款的，将这条路行到尽头，那个高位，那就是
佛的果位啦。啊，这个佛果位呢，那就是回归到咱人人本具真如本性，所以是诸众生啊，一切智慧如来观机随意啦，依法开示一切众生令其地得入佛慧，希望众生人人啊，会当了解佛的智慧，就是安尼，有这么正大的心愿智慧，希望所有的众生普遍呐、啊，会当甲伊同款，回归到咱的真如本性，回向呢宇宙天体，这是佛的心愿，所以要表示开示，予咱悟入呢一切的智慧吼。想佛因是毋是难报呢？佛陀的心愿啊，希望众生人人依佛平等啊，所以如来观机随意啦，依法开示一切众生令其地得，就是希望咱人人安尼呢，会当能到佛的智慧，那是入佛慧，入佛慧呢，就是平等啊啦，慈悲定观哦，就是平等啦。所以佛陀就叫着迦叶的名称，因为呢，佛落来啦，有法啦，是爱大家人更搁较用心，更上一层楼，会当看搁较远一个。所以希望大家人爱搁在提起了精神，搁在爱用心嘛。所以迦叶呢，迦叶是一位佛世的时阵，地主群中啦，伊的地位真高啦，也受佛陀真器重的一位地主，因为伊的心志坚定，迦叶尊者所修的行呢，就是修苦行，所以呢，迦叶尊者是挑夺第一，挑夺第一呢。挑夺就是修苦行，伊常常拢是撇开了富有的人家，就是去接近呢贫穷苦难人的所在。所以伊伫安尼伫咧突破啦，有一天伫这王下城伫诶这个乡下里呐。有一位老婆婆，早老啦，身躯阁是有病啦，非常的贫困，居无定处。有一回已经呢，真无体力啦，无通食啦，饭无饭啊，伊呢，阁又是病啦，倒伫迄个巷路边。一间厝的后壁，人内底伫咧洗米呀、啊，那迄个米的水呢？内底佣人摕出来要倒掉，看到这个老婆婆将洗米的盆呐、啊，就安尼倒一挂予伊，伫迄个破碗已经破掉去半底碗啦，诶，内底呢？那这个老婆婆想讲，这个米盆水啦，嘛会当来自己自夸。但是这个中间来了一位呢修行者，全身褴褛，但是是真庄严。啊，这位修行者是啥人？迦叶尊者。那么迦叶尊者呢？我见了这个老婆婆的身躯边，伊就哭落来，甲这个老婆婆安尼讲话啊，
老婆婆就讲：“我是已经是散干的，你都有看到，我连一领完整的衫都无啦，我心生惭愧啊！我心无一物，我无法度通去供养你啊！”假若尊者伊就安尼讲。你心已经成惭愧心，这呢就是最庄严的一领衫啦。那么你有心想要布施，这是你最富贵的。老婆婆就讲：“我实在是无有这项物件通好供养，怎话是？”不干净的水啊，人洗米的水啊，假若尊者都讲，是啊，这碗洗米的水呢，是你所有的，所以我也会当接受布施。这老婆婆看到假若尊者不是伫咧虚言，应该是很诚的诚意。婆婆就真欢喜啊，把这个洗米的水呢，都倒给家业尊者，家业用伊的钵接过来呢，从安尼一口都甲啉落去。老婆婆来看到家业尊者啉落伊的这个所供用的这碗水啦，伊呢欢喜啦，从安尼呢含笑。是往生啦，这呢，就是家业尊者度这个老婆婆，老婆婆往生呢，就升到脱离天啦，啊，成为一位呢真水的天女啦，那这位天女呢感恩家业尊者，所以有一回家业尊者伫通阿婆伫咧坐。一时，伊呢，在迄个所在散花供养，这就是家业呢，度贫婆升天的故事。可见呐，家业尊者的故事是真多啦。各位菩萨用心去想，佛陀安怎教育咱，安怎样予伊的弟子呢？对众生呐，度众生。度贫困的人，真的更无简单，所以咱爱知影，真正报佛恩呐，就是爱立灵根呐，咱爱时时多用心呐。